己好幸運，因為每一次 cancel 一次個 show 咧，其實我真的不知幾時可以再企喺呢個台上面。咁其實係嘛？但係其實咧，我知道支持我嘅人咧係有好多嘅，因為咧。每一次呢幾年嚟，每一次我行出街啊，搭飛機啊，搭地鐵啊，或者去旅行啊，其實每一次都會有人問我啊，你幾時再開 show 啊？幾時再開翻呢個演唱會啊？一問就問咗幾年，我又答咗幾年，有冇呢啲人喺度啊？有冇人買咗2020年4月3日嘅飛機？有冇啊？開個耳機，現場先。有冇？有冇？咁有冇人又買咗2024年？一次過有幾多人買？唔多喎，多啲喎。咁真係恭喜你哋啊！一次過睇咗3張。今日呢一個表演咧，其實係我嘅3次創作嚟嘅，因為中間咧其實有好多新嘅作品咧，係反映住我呢、這個幾年裏邊啦個心境嘅變化。喺 Rabbit Night 咧就係、是、可能大家比較認識我 3AM 啊，係咪？即係成日都會喺半夜喺度作曲啊、寫歌啊，永遠都好夜瞓。去到 Gaia 呢一個 concert 咧。我就開始覺得疫情的3年真的教曉了我很多嘢，教曉了我怎樣去珍惜這個地球，珍惜香港這個地方。原來香港都有很多山是可以行很靚的，原來有很多的老字號的一些商店啊，一些餐廳啊，其實很值得我去珍惜的。家人這個意思其實是這3年裏面我學懂了怎樣去珍惜身邊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木。去到今天 Wonderful Life 這個演唱會呢，其實每一次我都會覺得自己有所成長，而我覺得今天企到在這個台裏面確實是一個夢想成真來的。而我發現上嚟之後，除了我去做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，去 share 每一首歌曲給大家，去唱每一首歌曲給大家之外，其實我發覺原來夢想這個字有另外一個含義的。夢想這個字原來等於不辜負所有對支持你的人的期望，亦都不辜負每一個為你工作過，每一個為你這件事付出過的一些汗水、一些努力。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相信的事，都希望你堅持到底，好像我這樣今天終於放棄了這個台。希望大家都能夠有一個人要堅持。